陈慧琳的歌声伴随了许多人的青葱岁月，一直以正能量示人的她，可以说在香港成为了一个城中佳话。在绯闻漫天飞的娱乐圈中，她不争不抢的态度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。虽然陈慧琳家里的背景很强大，但她一直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，努力的工作，开演唱会，出专辑等等来养活自己。现在已经是44岁的陈慧琳，看上去没什么变化，依然是精神满满的样子，状态非常好。陈慧琳还是香港媒体眼中的乖乖女，生活非常简单，从不去泡吧也不去应酬，最多出席一下活动宣传，所以她在圈中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。陈慧琳跟刘建浩是在纽约的朋友聚会中相识，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，在结婚之后，陈慧琳生了两个孩子。她的婚姻生活也如同她的为人一样，非常低调简单，这么多年了还是依旧恩爱如初，夫妻二人感情非常好。如今像她这种完全是靠自己作品成名的人，也是少之极少了。陈慧琳身穿一件非常性感的蓝色竖纹衬衫，演绎出独特的个性魅力，一字肩的设计衬托出修长的脖梗线条，短装的款式更是秀出了纤细的小蛮腰，下搭一条黑色高腰长裤垂性十足，渐变的发色展现出时尚的独特魅力，整个 look 非常吸睛。陈慧琳演唱会造型曝光，拿掉外套的她让人眼前一亮，这一身打底衣外穿的造型可不是一般人能 hold 住的，一直被称为乖乖女的陈慧琳不见了，真的是太敢穿了。陈慧琳其他的街拍造型也是非常有看点的，一起来学习下她的时尚穿搭技巧吧。她身穿一件米色竖纹上衣，既随性自然又不失时尚个性，下搭一条黑色短裤，演绎出独特的时尚魅力，脚踩一双绑带羽毛高跟鞋，非常时髦，秀出一双修长笔挺的美腿。陈慧琳身穿一件白色丝绸上衣作为内搭，散发出浓浓的女人味，下搭一条率性十足的军绿色束脚裤，彰显出独特的个性，脚踩一双黑色低跟鞋，精致又大方，外搭一件黑色西装外套，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一丝气场，彰显出霸气女王的魅力。陈慧琳身穿一件粉色背心作为内搭，彰显出满满的青春少女活力感，外搭一件透明的字母罩衫相得益彰，下搭一条白色极具质感的长裤，非常时髦清爽，一条粉色的腰带呼应整体，粉色的眼影也非常加分，整个 look 堪称完美。